你怎樣去照顧兒子和你的家庭呢？不分咯、啊、你不要理我多忙，總之我們叫行政主婦，我用我的行政手段去搞定，你搞總之我就搞到給你。你不要理我是不是八卦先，但我很用心，我很愛整個娛樂圈，我很愛，即我很希望這個圈多些人，因為我們是靠這個圈吃飯的。 Home Sweet Home， 鄭丹瑞、茶小欣，有仔萬事足，星期六晚10點，100台 Now 香港台。